虽其恨拍拖，异地恋照杀啊！剩女舒淇每次出席活动都会被人追问想唔想拍拖啊，系唔系拍紧拖啊，系咪同冯德令拍拖啊？虽然问题都系千篇一律啊，但系舒淇亦都会同样咁样回答翻班记者，就系又见面啦，大家好，真系唔系好习惯。我一日最少都会饮一杯咖啡咯，因为第一防止老人痴呆咯，同埋咧，我要饮咗一杯咖啡，第一可以去水肿啦，同埋就令到自己可以早啲清醒咁咯。我好多男性朋友，屋企自己都有咖啡机，我接受到噶，有得恋就好啦，有得恋就唔会介意佢喺边度恋噶啦，系咪？想唔想好似啲大男仔咁浪漫啊？要男友想唔想？其实因为我自己就成日拍戏都好浪漫，所以我惊嗰个现实生活真系拍拖嘅时候，可能冇拍戏咁浪漫，真系会有啲失望咯。所以其实我自己比较偏向于比较踏实少少，踏实少少呢啲，即系觉得有啲咩花招啊？系啦，其实有时系一种细心同埋体贴，反而去紧要过你嗰啲甜言蜜语啊，或者有啲咩花神啊。